在我国的大部分山区农村，由于致富技术和信息的匮乏，以及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极大地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山区农民只能种植仅有的一点耕地，很难有大的发展。山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为此，我们将向广大的山区农民介绍如何利用山区的自然条件开展山区柴鸡散养的技术要领。山区散养柴鸡投资小，见效快，又不会破坏天然植被。柴鸡养殖技术简单，场地要求不高，而产出的柴鸡蛋又是天然绿色产品，符合市场要求。与一般工厂化氮鸡养殖的鸡蛋相比，经济价值要高出一倍，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所以是一个发展前景比较好的项目。山区农民如果能够集体合作饲养，既可以有一定的规模，又可以取得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一般以一户饲养1000只鸡为例，从育雏开始算起，正常情况下从雏鸡到开始产蛋约需140到150天，这期间每只鸡的成本大约需要30元。而一般散养方式，鸡的产蛋周期大约为400天，平均产蛋约200个，总重约20斤。散养柴鸡单个蛋重量较小，一般为40到60克。当鸡过了产蛋期，淘汰时还可以获得一定收益。这样算下来，每只鸡从育雏到淘汰，大约可获利40到50元。因此，以1000只鸡算，一个周期下来就可获利4到5万元。我们云林道镇啊，属于北京市的深山区，这个生产面积广阔，这个自然资源比较好，生态环境比较好，给我们镇的实际呢，发展开酿值符合保护生态环境的这个要求。在养殖这方面，合作为农户提供统一进口，统一提供饲料，统一收购。帮助饲养者协会在农户和市场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使农民生产出的农副产品直接走向市场。我国鸡的品种很多，如在南方地区有鲜鸡鸡、白耳黄鸡，北方地区有大骨鸡、北京油鸡、莱杭鸡、北京红鸡等，以及很多从国外引进的鸡品种。而所谓的柴鸡并不是某一个单独的种鸡品种，柴鸡是因其饲养方式而得名，因此采取散养方式使柴鸡在自然环境中采食。为提高产蛋率，人工补充不含任何添加剂饲料的饲养方式还是柴鸡养殖。柴鸡蛋才可称为绿色食品。柴鸡饲养一般不限品种，任何蛋鸡品种或杂交品种都可以采用散养方式饲养。
因为采用散养方式饲养柴鸡，所以要求放养场地要大。散养场地可以是山坡，也可以是平地，但放养的场地要求必须是自然植被茂盛，有一定的厚度的松软土层。因为散养的目的主要是让柴鸡能够在自然环境下自由采食，如各种昆虫以及各种绿色植物等天然食物。在炎热的夏季，当阳光曝晒时，自然环境中的树木以及各种草类又给柴鸡创造了一个比较舒适的自然环境。因此放养环境的自然条件对柴鸡的产蛋率是有很大影响的。修建鸡舍可根据投资的大小修建不同形式的鸡舍，投资大可修建饲养条件好的鸡舍，投资小也可利用废弃的房屋改建鸡舍。鸡舍的位置应靠近放养区的山坡，修建有窗式鸡舍，要求鸡舍的四面都有墙，墙上有窗户，并且在靠近放养区的一侧的窗下开有可供柴鸡自由进出的小门。鸡舍的顶部最好有隔热层和天窗，这样在冬季可以将窗户封闭以防寒保温，到了夏季可将窗户打开以通风降温。还可以修建成一般温室型的鸡舍，这种鸡舍一般一面有墙，用钢筋骨架，一面搭在墙上，另一面直接放在地上，然后用保温膜覆盖即可。另外这种鸡舍因其顶棚只有保温膜，所以当阳光照射墙时鸡舍内会比较热，因此必须要在有墙的一面开窗以通风降温。到了冬季要在顶部加盖草席以防寒保温。鸡舍的大小应根据饲养数量来确定，一般产蛋期的柴鸡鸡舍内的饲养密度为每平方米8到10只。在将鸡舍建好后就要配备鸡舍内的饲养设施了。鸡舍内的主要设施有产蛋箱、食槽、饮水盆以及公鸡休息的木架。产蛋箱可用木板建成每隔长宽高均为40厘米的产蛋箱，每20到30个产蛋箱为一组，一般平均每10只柴鸡配备一个产蛋箱，并在每个产蛋箱内垫以干燥的稻草。食槽要求为200只柴鸡配备一个4米长的食槽，并且每200只柴鸡配备一个饮水盆。为了符合鸡的生长习性，在鸡舍内可用原木定制人字形的木架，夜间柴鸡可在木架上休息，同时也可避免柴鸡扎堆。另外柴鸡产蛋有时也可能在室外，因此最好把放养区的山坡修建成像梯田一样一层一层的，并在每层的平面上用石头砌成蛋窝。放养区的蛋窝不用过多，
一般有20到30个就足够了。山区散养柴鸡，一般鸡都跑到山上觅食，但有时会跑得很远，这样就给每天的收蛋带来困难。因此，为了防止鸡跑得过远，可以用铁网或纱网在山坡上围出一片山地，供柴鸡活动采食。禽类动物饲养都应采用网上育雏的方式，因为网上育雏便于保温和保持干燥，也便于管理，成活率高。在接雏前，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将育雏用的网床搭好。网床一般离地80到90公分，网眼适中，将网床四周围好。网上育雏比较适宜的密度为每平方米30只。一般在山区农村，为节省开支，也可以在火炕上育雏，但必须将火炕烧热，以保持干燥。在将网床搭好后，就要进行接雏前的消毒。消毒的方法是用3%的活碱水进行喷洒消毒。消毒一定要彻底，包括育雏室的每个位置，不留死角。在消毒完成后，就可以等待进雏了。在进雏的前一天，育雏室要开始升温，非采用煤炉子升温。育雏温度应该保持在30到32摄氏度。在育雏的前一周，应将窗户封好，避免凉风直吹，但要留好通风口，以免煤气中毒。在升温的同时，还要把饮水器和饲料准备好，应平均每50只雏鸡配备一个饮水器。雏鸡在第一周不要饮用生水，最好饮用冷却到室温的凉开水，并且在育雏的前3天还要饮用维生素水，以增加营养，促进生长。可使用多种维生素加水稀释200到300倍，饲料可采用专用的雏鸡配合饲料。育雏每批要全进全出，避免疾病交叉感染。在进雏时，还要选择是进间谍雏还是混合雏。一般间谍雏为单一品种，是经过人工间谍的雏鸡，母鸡在95%以上，但价格也相对较高。而混合雏是不经鉴别的雏鸡，一般品种比较杂，母鸡的比例在60%左右，价格相对较低。在鸡雏运到后，要尽快将其送入育雏室，放在育雏床上。放雏时，要将鸡雏平均放在每一个格内，避免某一个格内密度过大。在将鸡雏放好后，要观察鸡雏是否扎堆，如果扎堆，说明育雏室的温度过低，要马上升温，直到鸡雏平均散开不扎堆，表示育雏的温度合适。在鸡雏进入育雏舍前3个小时内，不得饮水或投喂饲料，以免鸡雏产生应激反应。引进的鸡雏一般都为1日龄的雏鸡，
所以要坚持先饮水后开食的原则。雏鸡第一次饮水称为初饮，因在孵化期出雏后，鸡雏消耗了体内大量的水分，所以要先饮水，这样利于鸡雏肠道蠕动，吸收残留卵黄，排出粪便，增加食欲和提高饲料的消化率。在初次饮水3个小时后，就可以让雏鸡开食了。在每次投喂雏鸡料时，因饲料较干，不利于雏鸡消化，可在饲料中浇少量的水，使饲料变得湿润后再投喂。开食的头3天，喂料的次数可以多一些，一般每天为6到8次。投喂后应观察是否有剩料，如果有剩料就要减少投喂次数。在10日龄后每天可投喂3次。育雏期一般是21日龄以前的鸡雏，在育雏期间要求每天清洗一次饮水器，每天清扫一次育雏床，每3天进行一次带禽消毒。消毒时可使用每升0.5毫克的高锰酸钾进行喷洒消毒。在育雏期间，育雏室要求每24小时都要有人值班，一旦鸡雏发生问题应及时处理。每天夜间应有4到5个小时的光照，因为在有光照时可增加鸡雏的活动，从而加大采食量，促进生长速度。降温是养殖户在育雏期必须掌握好的一项技术。降温是指在育雏阶段后期要逐渐降低育雏室的温度，使其与室外温度逐步接近，以免在初次放出室外时由于室内外的温差过大而使鸡雏难以适应，产生应激反应。降温应在鸡雏到10日龄后开始，每天降低1摄氏度。到21日龄开始下床放出室外时，室温应降至20摄氏度左右，这样鸡雏便能适应室外的温度了。鸡雏在经过3周网上饲养后，羽翼逐渐丰满了，这时的鸡雏就可以放出室外，在自然环境中放养了，从而也进入了育成阶段。育成期是指产蛋前的饲养期，是从21日龄到开始产蛋，即140到150天的时候。这时就要对鸡进行挑选了，就是要将生长发育不好的、过小的母鸡以及多余的公鸡淘汰。选留公鸡，每50只母鸡留有1只公鸡即可。育成期一般每天喂食3次，早、中、晚各1次。柴鸡散养方式要求，当柴鸡进入育成期后，就不得投喂人工配合饲料了。如果继续投喂人工配合饲料，必将影响到鸡蛋的品质，因此应从育成期开始，
除每天放养自由采食外，补充饲料就要开始投喂了。补充饲料为纯粮食或粮食加工副产品，如玉米、豆粕等。除可添加一些食盐外，饲料中不得使用任何人工饲料添加剂。柴鸡饲养到140天左右，就开始下蛋了。这时就进入产蛋期了。柴鸡的产蛋适宜温度为8到27摄氏度，所以产蛋期间每个季节的产蛋率是有所不同的。正常情况下，每年的初春季节及3、4月间，产蛋率是全年最高的，有时可达到80%左右。这期间应每天增加投喂量，应按每只鸡每天约150克饲料，按早中晚分3次投喂，并供给充足的饮水。另外，因饲料干。